老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记第二百七十七面，啊，二百七十七面倒数第七行，啊，倒数第七行。 从当中啊，莲池大师这里看起啊，莲池大师，弥陀苏超越六趣众生，则中阴之身自求父母；王生善死，则一弹之情，莲花化身。”啊，从这个地方。 看齐啊！昨天我们学的这个地方，读了莲池大师的开始，我们感慨很深，都讲的是事实真相。 六趣就是六道啊，不仅是人道，天道二十八层天也不例外啊。受命终的时候，终因自求父母，这是去轮回了啊，没有出六道。 生生世世，无量劫来，都离不开这个现象。如果我们冷静、细心去体会，就会感到。 苦不可言的、啊、是真苦啊！到哪里去找父母？父母一定跟自己有缘，没有缘你见不到他。啊，那佛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：，中因找父母四种缘。 报恩的、报怨的、讨债的、还债的，如果不是这四种缘，就不会到一家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现前能成为一家人、能成为亲戚朋友，都是有缘人。 啊，过去今生呢、啊，嗯，缘分不浅啊，啊，亲情的知足所以生生世世离不开娑婆世界。 王生善思，这是说念佛功夫成就的人，临命宗时，佛来接引呐、啊。啊，一弹指情是速度之快，他就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，永远脱离六道了。 永远脱离十法界了。这两条路都在我们眼前，我们选择哪一条？啊，选择一条，必须把那一条放弃。这是真的。 选择六道轮回，就放弃极乐世界；选择极乐世界，一定要放弃六道轮回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对六道里面再不贪念了。啊，只要有一丝毫贪念，就去吧。 这个道理，必须要想清楚，要想明白。下面念牢、嗯、啊，这是下面的，还是莲池大师的话？他的话还没讲完啊。是莲花者，极乐世界的莲花。莲花从哪里来的？ 自己的清净心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这两种原因呢？自己的心不清净，佛加持不上，啊，加不上。 所以我们念佛的目的何在呢？用这一句佛号，把我们的任务的心回归到清净，回归到平等，回归到大局。啊！经题里面所说的清净平等啊。 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不但佛来戒引，我们的品位决定不低呀！啊，这是我们应该争取的。啊，把所有的时间、精力，通通要放在念佛上。 啊！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。啊！楞严会上，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的。啊，这个莲花就是解脱凡客之玄功。 玄功是讲莲花。啊，无比玄妙的宫殿呢、啊。啊，凡客就是坚固的六道之中。啊，换句话说，执着这个身是自己。啊。 安慧命之神者，啊，莲花帮助我们脱离，永远脱离六道的情制。啊，我们自信本有的智慧现前了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现前。啊，他要不现前。 怎么叫阿维约之菩萨呢？啊，阿维约之菩萨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、神通道理，通通写现了。这一段莲池老师说的。啊，下面、嗯、黄念老给我们解释。 就这段的意思是：六趣中一切众生啊，我们要注意那个一切，这一切里头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。六趣就是六道，命中之后中阴身性啊，我们俗称之为。 灵魂，啊，那个灵魂就是中阴。于此身中，一，自身俗业应缘，妄求世间父母。啊，前面跟诸位讲的。 四种缘呢？啊，你到哪一道去受生？你去找什么人做父母？业力在主宰啊，啊，不是你自由选择啊，业力牵着你走，投身莫福啊，这你就投胎了。 奉会之处啊，啊，你住在母亲子宫里面呢。啊，皆成。卓然罪业之体，这一投胎就感召这些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大多数的父母。 起心动念都违背心得啊！整个六道里头，只有少数啊，那很幸运遇到圣贤的教诲，他懂得。 啊，这个母亲呢，懂得怎样照顾胎儿。啊，她怀孕了。啊，在怀孕十个月当中，胎儿对于母亲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。 通通有感受。中国古礼里面有说，啊，怀孕之礼，现在没人讲了。 啊，从前老人都会说，啊，对于怀孕的妇女都会提醒她，啊，会告诉她，嗯、现在没人讲了。啊，怀孕这个期间，思想要纯正，不能有邪念，你有邪念影响胎儿。 啊，不能有悖逆！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要与五常八德相应。啊，五常仁义礼智信，八德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。 啊，要与这个相应啊，这小孩的根就好啊。啊，将来出生的时候听话了，好教啊。啊，如果你的思想言行与道德相违背，啊，不孝不悌不仁不义，啊，那个麻烦大了。 这小孩生下来不好教啊！啊，小孩长大了会叛逆，尤其是先前的社会啊，社会的感染力非常非常之大。你要不从小把根给他扎好，他非常容易受染污。 啊，染污严重，回不了头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做父母的人呢，要痛苦一辈子。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戒尘啊，你看，浊然罪业之体，就是这自胎胞里头啊。 造成的啊，母亲有很大的责任。这何如往生之善事？这要跟念佛往生的人比一比，那差太远了啊！临终蒙佛戒引，一弹指间呢，化身莲花之中，今生安乐之国。 这两种现象不能比，没法子比啊！这莲池大师在此地劝导我们啊，要真正觉悟，要放下情执，要求生净土啊！这个世界，《大成经》里面讲的很好啊。 凡所有相啊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我们有缘，在这个时代的人生，有闻到佛法，啊，又听到无量寿经，这个缘太殊胜了。 决定不能错过啊！一定要求生净土，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啊，有留念就是障碍，不但障碍往生，听经也障碍你理解，这是一定道理。 啊，因为它障碍你沉静的心嘛，啊，障碍清净心啊，真诚、恭敬、亲近，你就一帆风顺。啊，此莲花者，是为行人，先是修行人呐、啊，啊，实实在在。 是修行人啊，脱卸凡夫最深之，与玄游宫殿啊，玄游宫殿的比喻莲花了。安阳当然啊，就是这个修行人会命的神庙是这样。 啊，莲花跟包胞胎不一样啊，大不相同啊。上述莲池大师这几句话，深表弥陀大愿，悲心至极，慈悲心到极处。 妙德难思，不可思议啊！佛对我们的恩德，为我们所做的这些安排，妥善微妙到极处啊！下面我们看他老人家引的大日经。 有这么一段，又大日经书首，啊，第十五卷有这么一段文，如世人以莲花为吉祥亲近啊，莲花开在池塘里面，啊，中国古人所谓。 出污泥而不染，啊，花开在水上面，不但不染污泥，连清水也不染，啊，所以佛取这个来表法，污泥代表六道，上面的清水呀。 代表四圣法界啊，花开在水上面，说明不但不染六道，连四圣法界也不染。啊！开在水上的水上是十宝庄严土啊！啊，极乐世界所说的二位越智菩萨，他表这个意思。 能悦可众心啊！一般人看到莲花都欢喜。金密藏中，夜以大悲太藏妙法莲花为最秘密吉祥这个法门。 是大成就近圆满的法门，经文虽然不多，宗门教下、显教、密教的教义啊，全都在里头。啊，那么从密宗来看呢，也是以。 大悲太藏妙法莲花了，为最秘密迹象。一切加持法门之身，作持莲台也。啊，这是密宗所说的，可见极乐九品。 智莲，正显大日如来密意也，具体界识最深秘密迹,迹象。啊，这是密宗里头对莲花的看法。啊，显密我们都看到。 莲花化,化身是多么殊胜啊！不必再去找父母，不必再去受十个月。佛经把它比喻叫胎狱啊，坐胎呀、啊，等于在地狱里的一样啊。母亲喝一杯凉水，就像在寒冰地狱。 母亲喝一杯热水，就像在八热地狱，苦不堪言呐、啊！啊，所以这十个月出生之后，把从前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。他为什么忘了？做太太苦了，极大的痛苦啊，把过去的创伤忘掉了。 如果做胎的时候很快乐、很自在，没有痛苦，那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事情，你都会记得很清楚。这个道理我们能懂。啊，我过去有个朋友，很好的一个朋友，他的小孩，他告诉我。 五六岁的时候非常聪明，啊，那个时候害了一场大病。这场大病治好了之后啊，那种聪明就没有了，就好像很很迷惑，啊，没有智慧，没有记忆力，啊，一场大病。 能够障碍聪明智慧，那贪欲之苦，我们就能体会到了。啊，过去深重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啊，所以哪有莲花化身所生啊，莲花化身清净心先切。 真真确确智慧深，烦恼清，烦恼就是这么断掉的。我们再看下一章经文：“我做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，欢喜信要，礼拜归命。” 以清净心修菩萨行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。这一段是第十六文明的佛语。下面若问我名，受终之后生尊贵家，诸根无缺。 这这这一这是第十六，前面是第十二十五啊，二十五，啊，二十五，二十六啊。幕后长修书圣凡恨，这一句就是一愿。这一章里头有三愿啊，若不二者，不去追究啊。这三愿，阿弥陀佛。 也圆满实现。右章三年。从文我名字到莫不知境，是第二十五人天离尽缘；从若闻我名下至诸根无缺是二十六文明的福缘，在下为第二十七。 修书胜行运这一愿在此地只有一句：常修书胜凡恨。本章三愿，表文明功德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你听到之后有什么好处？ 这一章啊，三愿里头说出来了，啊，这文明功德就很了不起啊。我们看下面念老的讲解，上第十八愿，生念必胜。乃王神之正因。 四十八愿之核心，这一段很重要啊！啊，四十八愿这个几愿的时候连起来，啊，无比的殊胜。二十一愿呢，专职具有虚无之众生，若能回过发菩提心，一心专念。 亦得啊，亦戒得往生不更我道啊。二十一，回顾的生啊，过去无量界中所造作的恶业啊，这一、个、生当中所造的。 过去造的多啊！这些恶业，果报决定在地狱。啊，能不到地狱吗？如果你很幸运，你在这一生当中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。 名号功德加持，你就可以不堕地狱；不但不堕地狱，你要是能发愿求生净土，也能得生啊,啊，给我们造作最重要求无逆十恶罪业的众生带来了。 最大的希望啊，不但不再做我道，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啊，前面、嗯、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了，啊，嗯、第二十三愿。 在专职妇女，文明尽心发菩提心求生净土，啊，在命中转难往生极乐。以上皆因文明发发心得生净土，是为得意中之上者，这是得利益最大的。啊，他在一生。 王生净土，做佛去了。设法、啊，许许多多菩萨都羡慕啊！啊为什么羡慕呢？他们也遇到这个缘分，你遇到这个缘分，你在一生当中居然成就了。 啊，那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就应该要把这个机会抓住，绝对不能放过。啊，末法时期，念佛的人多。 往生的人少啊，许许多多的信息，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啊，还有听同学们呢报告。 真学佛人少啊，假学佛人多啊。啊，净宗里面无论真假都得利益。你看，真的得上益啊，上品利益啊。为什么？你决定往生了吗 啊，中下品呢？那就是这一章所讲的了。啊，所以紧章在贤其下者，盖众生根器不一，故文明之性要发心啊也不一。啊，众生根器不一样啊，啊，发心修行啊，他所期望的目的也不相同。 啊，或因大心未及啊不坚固；或因幸运不深；或因持念不专，是以未能全其弥陀十念必生之大愿。 故当时未能了脱生死，仅能获福于现在及未来。的福大小也不一样，啊，跟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有关系啊。 那根本的关系呢？实在讲，还是对于这个法门经典的教义认知浅深不同。佛在大经上常常劝导我们，学教要。 深解去啊。那你获得益就大了。如果总只懂得经教里面的皮毛，这些毛病就不能避免。啊，心是乏了，不坚固，很容易退转，很容易疏忽。 啊，心愿不深，不是不信，不是没有愿求生净土。啊，只是不深。对于这个世间情值很深，两个一比较，啊，对净土的信念不深，对于这个世间的情值很深。 那换句话，这一生去不了啊！下面还有个念佛不专心，念念怎么样？忘掉了啊，中断掉了啊，念念呢？或者有疑惑。 或是夹杂，啊，有妄想、杂念夹在里头，把功夫都破坏了，啊，所以你不能成就啊，啊，真正彻底放下，这个世间什么都不要了，彻底放下。 《净土圣贤录》里面，宋朝迎科法师给我们做出榜样啊！三天的，符合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：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到若七日。 换一句话是，真正把这个世间一切都放下了，念佛求生净土，顶多七天一定成功，阿弥陀佛一定会来。啊，更利的，也就是那个发型非常勇猛的，一天就可以。 那我们看迎客法师是中根人，他是三天，啊，他是个出家的比丘啊，破戒、犯规，啊，不守清规，烦恼习气非常重。 啊，他自己心里很清楚。啊，常常反省，他这种行为，因为习气重，改不了。啊，听听经里面所说的呢，那就一定要堕地狱。想到地狱，他就害怕了。 啊，找这些同参道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办法帮助我，能够不堕地狱？啊，有一个好心同同参，给他一本《往生传》啊，叫他看看。他每看一个人都感动流眼泪，看完之后发了一个狠心。 啊、把疗房的门关起来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不吃不眠，三天三夜，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你看，啊，关键在放下，真放下，真就感动阿弥陀佛。 啊！阿弥陀佛，现在在面前告诉他：“你还有盛年阳寿啊！你好好的修行，十年之后，等你寿终的时候，啊！佛说，我来接引你。”迎客法师很聪明。 他说：“我习气重啊，我经不起诱惑啊！啊，遇到这个境界，我又会犯罪、啊，又会犯错误啊！”他说：“我身体很阳寿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去。”啊！阿弥陀佛就答应了，告诉他：“他这样好了，三天之后我来接应你。”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当时带他带他去啊？ 叫他积一点功德了，啊？怎么积德呢？做样子给别人看，啊？这就是他弘法利生、啊、你看他影响力多大，啊？宋朝到我们现在七百多年了，我们还受他影响，啊？看了这一段的。 整个案例对我们很大很大的勉励，增长我们的信心啊！啊，三天之后，他真往生了。啊，他那天遇到这个这桩事情，阿弥陀佛来三天戒引，他房门一打开，告诉大家：三天之后，他要往生。 庙里人都笑他，啊，都说他说假话，啊，好在怎么呢？三天不长嘛，我们等三天之后看你是真的是假的，啊，没想到第三天真的，啊，第三天上这个早课的时候，他就要求大众。 啊，在今天这个早课啊，求大家念佛送他往生。啊，当然大家也很欢喜啊，我们都念佛，看你，看你怎么往生法。念了不到一刻钟，啊，古时候的一刻是现在的半个小时。啊，因为中国过去用的时间是十二时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。 啊，用这个时时辰，所以一刻是现在半个钟点，啊，不到半个钟点，他跟大家讲：“阿弥陀佛来接应我了。”啊，谢谢大家，他走了，啊，他就往生了，没有生病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走的那么自在，那么潇洒。 这是什么呢？忏悔、改过，完生啊。那么，在这个地方，就是第二十一愿愿力的价值。 啊，迎客法师表法给我们看了，啊，也证实了前清乾隆时代慈云观顶法师啊，他老人家说的，世间众生造极重的罪业。 所有一切，精常都参不了他的罪啊！最后还有一个方法，夜行持名，这个罪业可以消除啊！应科法师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 万缘放下，真诚心、恭敬心，一心专念就成功就了。那佛就现前了。经典上常常告诉我们：业念相应。 念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，佛怎么回不来呢？啊，诚则灵。啊，不真诚就不灵了，啊，夹杂不灵了，有怀疑不灵了。 啊，还心里还有牵挂，还有忧虑，不灵了。啊，什么都要放下。啊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一个杂念就灵了。啊，那么像迎科这个例子，它是记下来的。 我们相信一定很多，没有人给他记下来啊。往生的人，一千个人往生的，有一个被人记下来就很多了。所以你要晓得，圆功大师啊，从东晋时代在庐山建立第一个念佛堂。 啊，这一千多年来，啊，应该有一千七八百年念佛往生净土的人数太多太多了，没有人把它记下来。如果记下来，我相信比五灯会员。 比传统路那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啊！这是我们应该理解的啊，应该要相信的啊。我们学这部经教，目的在哪里目的是帮助我们断义生信啊。我们的障碍就是怀疑吗？ 啊，不能说没怀疑。如果不怀疑，那就像印印光大师讲的：，你念佛，你读经，你生活待人接物，必定是十分的沉静。啊，你今天没有十分沉静，就是因为有怀疑啊。 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，搞清楚就不怀疑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注释，讲经教学四十九年，为谁啊？就是为我们这些人。疑很难断。啊，对上上根人一说他就明白了，那不用再说了。 啊，下下根人也用不着说，他老实，教他念佛，他一句佛话念到底，那、啊、很容易成就。最难度的就当中这这一类人，这一类人数最多，既不是上根，又不是下愚。 啊，四十九年讲经教学是为这些人呐、啊，慈悲到了基础啊！啊，用什么方法帮助你一生成就呢？就这一句佛号，真难信啊！啊，千经万论，到最后通通归阿弥陀佛。 啊，师尊出世，啊，就像善导大师所说的：“诸佛所以心出世，诸佛如来所以出现在这个世界，啊，众生有感，他来应了，出现在这个世界，多啊！用什么方法度众生？” 为说弥陀本愿海，弥陀本愿就是四十八愿啊。用什么多种呢？就用这四十八愿啊。四十八愿你不能够理解，你对他还有疑问，在细说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就是四十八愿的细说。 啊，还要有怀疑呢？那大方广佛华严经，那是什么？是无量寿经的再细说，是这么个道理啊！啊，一句佛号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全程接受了，这心要不要了？不要了。为什么？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？啊，就是。 佛法、释法，通通都舍掉了，就这一句“阿弥陀佛”，成功了。不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，啊，经典上告诉我们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，你通通都可以放下了。阿弥陀佛，明明了了，就可以放下了。 真真不可思议啊！无论什么人，啊，造作无利食物、极重罪业的人，啊，甚至于报佛、报法、啊，报比丘僧的人，都能往生，这这不得了啊！啊，佛在经典上虽然说第十八愿讲啊，啊，无逆食物都能够得度。 啊，唯有回谤佛法的这个人不能得到啊，其实，就回谤佛法那个罪呀、啊，比什么都重，比无力师物还要重。为什么呢？断众生会命嘛。 能不能度呢？还是能度，只要你回顾。啊，再不回报。了，啊，真正忏悔，念佛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还是会来接应。你。啊，那你就晓得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没有不得度的众生。 变法界、虚空界啊，一切众生之类普渡了啊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助阿弥陀佛上啊，蚊虫蚂蚁要念佛也能求生呢啊,啊！那里头有没有念佛的？有，真有，不是假。的。 他怎么会念佛？佛菩萨到他那一道，现同类身，去给他讲经说法，去度他。我们可千万别小看他了，啊！你看到这一窝蚂蚁，啊，看到这许多昆虫，里头有佛菩萨在里头，啊，硬化在在里面带着他们。 为他们讲经说法，劝他们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些小动物往生，也是莲花化,化身，也是现金刚不坏体，也是现阿弥陀佛同样的身相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。 真诚恭敬心来待这些小动物啊，这就对了。不但带这些动物，连山河大地、花草树木，都要用真诚心去带接待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。 啊，是不是真的无情呢？现在我们晓得，不是真的无情。啊，他的他的情情史暗顿，我们一般人疏忽。啊，现在科学家用仪器去探测，发现。 山河大地，他也有受想行识啊，他也会看呐、啊，会听呐、啊，懂得人的意思。这我们今天讲矿物啊，植物、矿物都有这个能力啊，因为有这个能力，我们才真正明了。 现在地球上灾难这么多，从哪来的？我们不善的念头感到了，啊，不善的言语、不善的行为，他都看到了，都听到了，都懂得了。啊，佛经上告诉我们“境随心转”，这句话可重要了。 我们居住的环境好不好，是随着我们念头善恶。我们念头善，我们居住的环境没有一样不善；我们念头不善，我们的环境就会变坏了。就这么个道理啊。那这个道理，你要是真懂得、真明白了。 有没有办法救这个地球啊？有，连外国科学家都懂得。啊，现在讲到二零一二，许多人都担心啊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如果地球上的人都能够从今天起弃恶扬善。 啊，把不善的东西我们把它抛弃掉，我们把它放下；把善的东西我们把它举起来，我们认真学习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地球上灾难就化解了。这跟佛经上讲的“静随心转”是一个道理。 啊，这个科学家我查过，他没学佛，他不是佛教徒，啊，但是他们提出这个建议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，我们不能不佩服啊！啊，同样一个道理。 在我们自己身体上能够兑现，也要靠信心。前天晚上我讲经讲完之后，啊，姐姐各地来的。 从餐到有啊，里面有两位从东北来的，一个是从黑龙江，一个是从长春。啊，这两个人年岁都不小了，一个七十岁，我看一个六十多，也将近七十，都是得重病，医生放弃治疗。 啊，这两个人，那东北吗？都知道刘素云居士，他们发现跟他学，不看病，不吃药，不打针，就一句阿弥陀佛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。 医生已经给他宣布死亡了。有一个念一个多月，有一个念了三个月，病好了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康啊。再到医院检查的时候，医院医生都莫名其妙：“你怎么好的？你吃什么药？用什么方法治疗的？”这没有啊，就是念阿弥陀佛了。 这是不是过去诊断错误？啊，把原来的档案调来看，好像没有错误啊。一般人感到很惊讶，想不通。我们心里很清楚：相随心生，境随心转。 一教经上，佛有一句话：“智信一处，无事不办。”啊，所以我给他们就讲这两讲这两句经文呐。我们一般人，那个心是散乱的，所以他没办法应付我们自身的灾难。 就是病苦，不能够解决我们环境的灾难。如果智心一处呢，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我比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像现在的灯光，散。啊，如果能把这个光集中，哦，它的力力量就大了。 你看散乱的心，叫散乱的光。我们隔一张纸，就把它遮住了，啊，它就不能透过了。如果把它集中在一点，不就变成镭射了吗？连钢板都能穿过穿透。你看那个力量多大。 实际上就这么个道理啊，不稀奇，不是说哦佛菩萨加持啊，不是，不是，啊，是你的心清净了，你不胡思乱想了，啊，一心想阿弥陀佛，用阿弥陀佛把你的心集中到一个地方，让你身体病毒的细胞都恢复了正常，就这么桩事情。 所以它就好了，啊！你居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环境，这个地方些灾难，也都能化解了。科学家教我们应对二零一二，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啊，这三句话是佛经上常讲的、啊。 气卧阳善，我们画的是断恶修善、改邪归正啊，端正心念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对内解决自己的病苦啊，对外化解天灾人祸。 头一个问题，你相信吗？啊，信的人不多。啊，他信的人真管用。啊不信的人就不管用。啊，有疑惑，那你还是找医生。你相信医生，医生可以帮你治疗。你相信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可以给你治疗。 谁治疗的？信心治疗的，不是医生，也不是阿弥陀佛。告诉你，信心治疗的，啊，这就是佛家讲的“万法唯心，一切唯心造”，啊，一切心想而成就就这么回事情啊。 啊，这个要是不深入经藏，这信心很难生起来。啊，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呢。那信心就像此地讲的，信心不深，信心不专，啊，信心不坚固，问题是在这里。到什么时候我们的信心真，信心坚固，啊，信心专一。 啊，那这就功夫了。啊，这功夫里最重要的是了解。啊，对《经义》的了解，《经义》讲什么？《经义》讲宇宙人生真相。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了解了，你的应付是很自然的，很正确的。 啊，佛经上这一句话，释迦牟尼佛讲的：“智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”上上的大事是成佛，智心一处就成佛了。我们把这一处修净土的这一处是这一处，就是一句佛号“阿弥陀佛”。我把心就置在这一处。 啊，自己差一点还不要紧，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加持我，我也变成无私不办了。啊，金宗学会成立，那个时候在美国，这二十多年前的事情。啊，我们新定一个招募扩送。 啊，早课我们念的经文就改了，啊，楞言是十小咒不念了，念什么？念四十八愿，啊，就是这部经上的这个第六品，啊，我们取这一章。晚课我们念三十二到三十七。 啊，这个《极平经》是教我们断卧修善，啊，也就是持戒念佛，啊，我们选这个做早晚可诵啊，与经中的宗旨相应。 与《无量寿经》经教相应啊，灵不灵呢？那就在你是不是真信，你是不是真干啊？真信真干。 将《无量寿经》讲的这些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，《无量寿经》里面的教诲变成我们自己生活行为指导纲要，就成了。啊，你这一生可以说。 保证你是过的幸福美满的一生，啊！以前方东梅先生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你肯定享受到。啊，寿终之后。 你有信心，你有把握，决定的神经土。你说你多快乐啊！啊，往生，把这一生所做的好事，专门回向到往生。我我所有一切好事福报不享，我只享最后一个福报。 黎明宗是没有病苦，啊，欢欢喜喜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，啊，只求这一个福报，其他的做再多的好事不享福，啊，绝不享受，这就得大自在啊。 啊，那么还有对这个世界有留念、有执着、不肯放下、的，啊还不想往生的，啊，修净土那就得世间福报，啊，这个福报有的在今生，今生所想的花报。 来生所想的果报啊，人间天上啊，果报殊胜啊！啊，我们看这个世间大富大贵之人，都是在佛门修的福报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 啊，不在佛门修不了这么大的福报啊！啊，经典把这些思想、理论都讲得非常透彻。 这一这一章里面讲的三愿啊，都是愿力不足，不能往生，啊，得人天福报。下面第二十五修菩萨恨，为修六度万恨，是乃广修众生。 啊，学佛的人，这个做的多啊！啊，记住，毛病呢，都是前面所说的，性要发心不一，大心未接。 幸运不生，吃念不转，都犯了这个毛病啊！那么他六德万恨，光修众善啊！他的得的果报就生尊贵家。我们念下去，本经三倍往生，借云。 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八个字重要啊 <coughs>，是念佛最高指导原则。啊，菩提心是什么心？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是绝，绝而不迷呀，就是菩提心。 什么人觉而不迷呢？严格的来讲，破一片无明，正一分化身，就是真正发菩提。所以菩提心不发在一发是什么地位？原教初住，别教出地。啊，你看看。 粗住菩萨叫发心住，别叫粗地菩萨叫发心地。啊，这个心一发，就超越十八界了。啊，我们这个心发了，一刹那，一念发了。 第二念呢又迷了，又退回来了，不能保持啊！啊，退的很快呀、啊，退的时间很长啊！啊，这这个不能不知道的啊。那么学菩萨、学六度、学布施。 啊！可是世间人修布施都有目的的。啊，我修财布施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得更大的财富，一本万利呀、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修法布施，我希望得聪明智慧；修无为布施，我希望得健康长寿。 全是搞六道的事情，目标都在六道，你怎么能处理六道呢？啊，菩萨怎么修这六度万恨呢？菩萨发菩提心，菩提分清净不染。啊，不不不是，不是有财不施，利言一切众生。 法布施、无畏布施，全是都是众生的，利益都回向给众生，自己自己不要啊！真正菩萨在这个世界，做而无做，无做而做，这个做是什么？就是做六度万行，他天天在做啊。无做什么？ 做完之后就没有了，印象都没有了。他不落印象，这一招最厉害。啊，不落印象就是不落在阿赖耶，他没有阿赖耶了。阿赖已经转世为大圆净智，大圆净智里头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阿赖也是落印象。 这印象没有啊？啊，这个高啊！所以他国报不但不在六道啊，不在十法界。啊，国报在哪里呢？国报在变法界、虚空界。所以大乘教里头常常教我们回向三处。 第一个回向实际，实际是自信，是回归自信了。第二个回向菩提，啊，菩提是大觉。第三个回向众生，啊，念念为这一些苦难众生。 他们没觉悟，他们还在迷惑颠倒，还在造业受报啊！所以菩萨所作所为，没有为自己啊，没有为自己，十法界的果报就没有；只要为自己，果报在十法界。 这个很重要啊！看到众生苦，要帮助他，帮助他觉悟啊！真正觉悟，他就离苦得乐了啊！这佛告诉我，苦从哪来的？苦从迷惑颠倒来的。你对这个事实真相又不所知啊，所以你想错了，你看错了，你说错了，你做错了。 啊，那叫造业。啊，真正觉悟了，看清楚了，啊，没有没有这个这个这个呃分别执着了，没有妄想了，啊，他所作所为痕迹都不足，真正利益众生，自己痕迹不落，所以他没有果报。 啊，所以佛法教学，头一个叫你把我放下。你看，你有我才有、啊、自私，自私自利从我来的，我要没有了，谁自私，谁自利就没有。头一个就是放下我执，绝对不执着这生生活，生不生活。啊，生是我所有的，就像衣服一样。 啊，要为我服务，不要为依附服,服务，那就对了。啊，我是什么？我是自信。啊，所以回向实际，实际就是自信。啊，自信可了不起，自信能生万法。 啊，生而无生，无生而生。啊，回向菩提不迷。啊，回向众生成就恩德了。啊，这是不生恩德了。 阿弥陀佛，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！我们在这部经里头，统统看到了。下面这两句话说得好，该。 法行乃诸善中王，持名是万恒之首啊！啊，这个行就是修行啊，万恒就是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的修行的法门呢。啊，这法门哪个是第一呢？ 阿弥陀佛名号是第一，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等于说你把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通通都修了，一个都不漏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,啊，怎么知道是真的呢？你大乘经念多了就明白了。 啊！我以前听老一辈的发师大德跟我讲，我都有怀疑。我以为什么？这是赞叹的话，哪里是真的啊？那我也不相信啊！啊，这法哪有那么简单呢、啊？啊，通过。 六十年的学习，我肯定的。待会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没有六十年的学习，我也在这个话上打问号啊。不容易啊！这句佛号多么宝贵呀、啊，不得了啊！ 就在眼前，可惜人不识货啊,啊！确实王心正因，啊王生正因，虽行众善，则广而不专，不而不精，为其弥陀本愿，难于精神现证。 故为受人天礼敬而已。这一句经文，黄念祖老居士在北京。 也点醒我，啊，这个话不是他直接跟我说的，是他给他的学生说的。老人往生之后，我在北京访问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，啊，他说他的老师就是黄念祖老居士，啊，说什么呢？跟他们讲净空法师。 如果他不往生净土，他来生的福报是不得了，不得了这样赞叹的，是不是真的？我相信是真的。啊，我要不要往生？我要往生，我决定不去享这个福，享福造罪孽呀、啊！啊，那个不得了，不得了的福是什么？ 人间的帝王啊，不是好事情啊！你看历代帝王，哪个帝王不造业？不能干呐、啊！帝王要是最好的，释迦牟尼佛早就做帝王了。啊，他为什么不干？聪明呢、啊，真有智慧呀、啊！ 啊、一生，你看讲经教学，那真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老师把这句话告诉我：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他一生也是最高享受。为什么呢？他在台湾万年。 大概是五十岁以后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四十多岁，不到五十岁。啊，我们摄影棚挂的这张照片，就是当年我跟他学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张照片。啊，不到五十岁，啊，晚年二十多年了，在学校教书，全讲佛经。 啊，他在学校课程开课程，开大乘佛学，开魏晋佛学、隋唐佛学。啊，以后在台大退休，辅仁大学请他去，他在辅仁大学讲华严哲学，都是大单元呐、啊，全讲佛法。 人生最高享受啊！啊，我是跟他学哲学的，以后学佛啊，就他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 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这样入佛门的，不是迷信啊，不是求荣华富贵啊，啊我们求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学佛之后就遇到张家大师，大师很慈悲。 啊，他叫我出家，我听话；他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叫我去念《释迦谱》《释迦方志》，就是念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啊，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我们这才了解，原来释迦牟尼佛三十岁开悟，开悟之后一生讲经教学。 啊，七十九岁元吉。元吉在树林里头，没有在房子里啊。啊，夜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过这么简单的生活，那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世间人不知道。 啊，每一天去偷钵，多辛苦啊！啊，一钵千家饭，那能好吃吗？我们总是怀疑啊，啊，大臣经典多多了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什么呢？静水心转，啊，拖一钵饭嘛，这是静吗？ 佛的心好，心太善了，那个食物到嘴里头都变成上味了，最好的味道，不管从哪里出来的，啊，只要到他口里头都变成上味，啊，他能转境界呀，啊，所以他身体好，他不生病。 啊，我们看看他的生活，好像很苦。啊，实际上他是无比的快乐。这世间人没有办法能跟他相比，那真快乐，真自在啊！ 啊，这个就是，嗯、这一些发心不一、不专、不精，这些人这一生不能往生。 啊，为受人天离境而已。啊，这是他这一生啊，这一生来生所得的福报。第二十六月生尊贵家。啊，这是果报，他修的福福善多、啊。大论云：大论是大智多论。 生差利，唯有势力。差利是皇族啊，皇族这身为国王，释迦牟尼佛就是生差利。生婆罗门家呢，这有智慧，这修行人家里，啊，有智慧。生居士家里呢，这是大富，你看大富大贵，这是将来生呐。 故能利益众生啊！这是过去生中有善根啊，他用他的权势，用他的地位，用他的财富，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。有会书曰。 生下贱甲受事轻慢，利即不广。啊，这是普通人。啊，如果的人生家境啊清寒，啊，你在社会上不会受到尊重。 利益众生就不多啊，不能广大。这是就一般而论啊。那么在现前的社会，如果有聪明智慧。 啊，学一些科技的这个能力，啊，利用传媒这个方法来做好事，也能有相当广博的成就。啊，还是在因人、因时、因地，啊，因缘很复杂。 不是那么单纯的，人都有善根，这是我们要肯定。我们老祖宗说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本性本善，啊，做恶造罪业那是习性，习性不善。 啊，没有接受到良好的教育，这个习性跟本性呢，距离就很远。啊，本性本善呢，忘掉了。啊，习性当家做主了。啊，所以说满脑袋就是坏主意，啊，净干坏事。 那、啊、好事他想不起来。如果遇到善知识教诲，他很快会觉悟啊！啊，这就证明人性本善。那我们做过实验啊，零五年啊，零六、零七、零八三年，嗯、我们在安徽庐江。 汤池镇做的实验做成功了，而且很快就成功了，不到半年，这个小镇的居民人心就回善了，真的改恶向善，啊，改邪归正，啊，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，啊，证明了两两两句话。 啊，第一句话，人性本善；第二句话，人是教的好的。啊，就是没人教啊！啊，有人教就很快呀、啊，不慢了、啊。啊，今天整个社会，全世界的社会都出了问题，出了什么问题了？没人教。啊，你看现在的教育。 全世界，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所，叫什么，都是教的科学技术，没有做人的教育。啊，所以现在年轻人他会做事，他不会做人。啊，做事很拿手，做人很差劲。 啊，所以这个企业家的时候找不到人，找不到工、呃、员工，因为说他想做，想诶、哎、想要好人，好人没有受到这个教育，啊，这是个很苦恼的事情啊！啊，我在今年接触一些宗教的领袖们。 啊！我劝导宗教要回归到教育，来补这一门课。啊，这现在普遍什么？这就没有道德教育嘛？缺德嘛？从幼儿园到研究所都缺德。啊，我们来补缺。啊，宗教教育来补这个缺。啊，宗教叫什么叫伦理？叫道德？叫因果？ 把这个缺陷补足，那么宗教对社会就有很大贡献。宗教教你做人呐、啊，学校教你做事啊，啊，这才是一个完善的人啊，不至于偏在一边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宗教教育非常重要。 啊，宗教教育值得大力的提倡。啊，下面念老师，是故文明得福，来生皆生尊贵之家。”这就有道理了。啊，那么这是。 佛陀教育对一般群众的最大的利益啊，也就是说，改善你生活品质啊，现钱就能帮助你改善，来生就能满足你的愿望。 啊，因为你生尊贵家，你就有这些能力，啊，帮助社会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啊，你能做得到啊？又助根，啊，即眼耳鼻舌身意。 六根呐、啊，这个柱根前面五根，眼耳鼻舌身，这是色法物质。那意呢是心法，它是精神。啊，六根物质跟精神全都包括了。 以下第二十七啊，反省。凡者清净之意，反省清净无欲之心，断淫欲，诸天呐，解名梵天。 天道有三类：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。啊，欲界天有六层，色界天有十八层，无色界天有四层，总共二十八层天。 啊，这是佛给我们讲的天道啊。二十八层天里面，下面这个欲界的六层有欲，有男女饮食之欲。啊，梵天是粗禅以上，他修成了禅定。 定中的境界，能够把欲望完全控制住了，啊，他没有断，只是扶住了，它不起作用。这个无欲是财色名食睡，它都没有了，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梵天没有睡眠，他不需要睡眠，他不需要饮食。 那怎么营养那这营养分从哪来的？从禅定里头。禅悦为师啊。这就说的，总的来讲，一心专注啊，啊，也是。 佛在《一教经》上讲的：“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”可以不需要饮食，精神永远饱满。那他不需要睡眠。那、啊、你说养生有道，养生之道从哪来的？禅定才是真正养生之道。 身要清净，心要平等，心里头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就不要饮食了。啊，饮食之道，那时候我还在很年轻的时候，跟李老师学经教。啊，李老师一生一天吃一餐。 啊，他老人家也不是直接直接是过午不食，他过午一样吃，但是他就吃一餐，啊，一天就吃一餐，省事嘛，这三餐都麻烦了。啊，精神好，啊，你看他最后一张照片，九十六岁照的这个照片，你看他那个像，就像六十多岁人。 啊，自己照顾自己，不麻烦别人。啊，煮饭、洗衣服都是自己来。啊，一个人住个小房子。啊，我在台中。 跟他学佛法，我也跟学他的生活方式。啊，我也一天吃一餐。啊，跟他说，我吃到第八个月，我才向他报告。我说：“老师，我吃一餐八个月了，他怎么样啊？啊，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很正常。”他坐姿一拍。 永远保持下去，一生不求人呐、啊，人到无求品自高啊，啊，生活简单嘛，啊，可是我的一餐比他吃的多，他一餐在那个时候两块钱解决了，台湾的钱，啊。 那个时候，台湾钱跟美金比是一比三十多，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他一个月的开销啊，费用啊，这个生活费用啊，美金一块半就够了。啊，我不行啊，我一天要三块钱。 啊，我一个月生活费用要九十块钱，他只要六十块钱。啊，我就想出一个原因了。我说，人这个身体是个机器，饮食是能量补充啊，能量的补充。 那机器有耗油的，有省油的，啊、我们这个是属于省油的一类啊。那李老师比我这个还要省油，还高明，啊、他一点点那么就够了，我还得多一点啊也也行，没问题，啊、嗯、啊都是属于省油的。那能量消耗在哪里呢？我总感觉到有百分之九十五消耗在妄想上。 我把这个事情提出向老师报告，老师对，他给我印证这句，妄念消耗的能量多啊，你妄念越少啊，你消耗量就越少，啊，决定成正比例。没有妄念就没有消耗，不需要饮食这就是说明初禅以上他们没有妄念，所以他的能量。 没地方消耗，所以能量是集中的，啊，永远不衰，永远不变。欲界天人，你看他青春常驻啊，他不老啊，啊，到临命宗时七天，才有衰衰变的相，啊，在临终。 七七日之前，他就跟年轻一样，他不变，他是化身啊，他不是太深，化身啊。我才体会到这个道理啊，老师给我印证，没错啊。那我们要想吃少一点，少身体健康嘛，省事啊，你就少打妄想。 啊，把这些世出世间东西是全部丢掉，啊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自然就少了，啊，自然这个心就清净了，就不乱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啊，以后我离开台中，啊，遇到寒阴居士。 他们一家人发心护持啊，因为学教啊，他天天讲经，这老师讲的啊，他举个例子，他说“拳不离口，拳不离手”，这是比喻啊，打拳的人、练武术的人，天天要练，不练就生疏了；唱歌的人，天天都吊嗓子。 天天要唱，不唱也不行。那讲经也是如此，天天上台讲，不讲了就生疏了。啊，那么天天上台讲，这个机会就很难了、啊。所以要好护法，啊，这韩居士一家人同情我，帮助我，啊，真的让我天天都有讲经的机会，啊。 他去替我张罗讲经的场所，替我找这个听众，啊，十个、二十几个都行，啊，三个、五个也不少，啊，只要有人听，我每天来讲，啊，所以我讲经六十年没中断了。啊，这是张家大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我是这么个学法，啊，越讲。 越有兴趣，越讲越清楚，越讲越明白。啊，如果不讲呢？不讲就忘掉了，烦恼又现前了。嗯、讲经也是八万四千法门之一了，也是修行的。 啊，天天你要准备功课，你要专心，你就其他妄念就少了。啊，上台是在讲，有很多东西都是自然流出来的，啊，并没有准备到的时候，它自然就出来了，啊，所以我们体会到感应不可思议。 啊，真的是自利利他了，无比殊胜的妙法啊，就是教学啊。所以教学这个里头的乐趣，你没有深进入啊，你不懂的，你要知道这个味道啊，这世间什么样的快乐，你都会把它抛弃掉的。这个快乐，这个乐超过他们。 啊，不是世间任何乐事能够相比的，啊，这其乐无穷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